海内外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您相会在今天的中国文艺，我是盛楠。本节目由中国匠心珠宝品牌六贵府冠名播出，向经典致敬，为幸福闪耀。跨界不是偶然产生的，它的出现一方面是来自于观众对于明星们现有单一形象的不满足，另一方面呢，也是明星们试图打破自己固有格局的一种尝试。当明星在自己擅长的领域获得了一些成绩，往往就会被标签化，在观众印象中会形成固定的风格。那这个时候啊，跨界到其他领域小试牛刀一下，往往就会让观众朋友们眼前为之一亮了。他们的表演形式丰富多彩，他们在跨界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你让我看直播，他们被广大观众熟知，给人一天，你什么意思啊你？却又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欢迎收看《中国文艺跨界特献之百变群英会》。演员周迅多年前就曾发行过专辑，当时的制作人对她赞誉有加，说她的嗓音很有味道，歌声里都是故事。给小孩这首公益歌曲也讲述了特殊儿童的故事，感人至深。周迅希望通过歌曲呼吁大家关注特殊儿童的群体，让这些孩子们得到更多的关爱。也许会是忽视洁白而温暖，也许是哲学家激励黑暗。那张小小脸庞我们都该仰望，每一个小孩都是一道光，给小孩做梦的床，给小孩远眺的窗，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给小孩鸳鸯的饭，给小孩勇气的奖，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明亮。也许有好歌声抚慰了忧伤，也许在实验室找到答案。每双小小手掌都该放进希望，每一个小孩都是小太阳。给小孩小孩远眺的窗，看他们会带我们到多美地方。给小孩鸳鸯的饭，给小孩勇气的奖，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明亮。给小孩一些高山，给小孩几片海洋，让他们受一点伤而谦卑勇敢。给小孩爱和分享，给小孩家和翅膀，就算很平凡，但至少很善良，这世界一定会变得更天堂。故乡乡，整首歌的歌词以诗句的形式呈现，字里行间透露出故乡美好，从而烘托出游子盼归的心境。歌曲中钟汉良以优质的唱功娓娓道来，仿佛儿时的童谣般声情并茂地将一个在外打拼的游子思乡之情跃然呈现。
故乡的花开满墙，春花秋月似诗香。故乡的水通山江，长帆远影向何方。故乡的云白衣裳，弯弯小路与天光。故乡像梦里想，离家日久为幻想。歌一声泪两行，亲人远故乡乡，梦中是春晚常客，他多次参与过春晚小品的演出，扮演过许多性格鲜明、干练泼辣的角色，深受观众的喜爱。有观众朋友们开玩笑说，这牛莉啊，都快变成专业的小品演员了。这一次，他和郭冬临搭档上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欢乐喜剧。牛莉曾多次以小品演员的身份登上春晚舞台，与冯巩、郭冬临等男演员都有过搭档，被称为春晚最美丽的女演员。牛莉在表演处理上十分有层次，把人物性格特征、情绪表达拿捏得恰到好处。她的表演功底很扎实，以自己卓越的演技征服观众。在许多影视作品中，她都成功演绎了不同角色，并因塑造诸多率真坦诚的女性形象而深受观众喜爱。李默四号，谁呀？我老邵。说曹操老少到，开门去。你去。哎呀，啊，弟妹啊，哎呀，弟妹，你是原来那个弟妹吗？啊，怎么了，少哥？哎呦，你怎么这么年轻呢？哎，年轻什么呀？都老太婆了。胡说，什么老太婆呀？你比原来还年轻呢。哎呦，你这个房子又重新装修了吧？啊，没有，我们就刷了刷大白。哎呀，你看看着多敞亮啊。哎呀，弟妹啊，哎，咱两个得有两年多没见面了吧？是啊，我跟郭子还经常提起你呢。弟妹啊，哎呦，你看你怎么又瘦了呢？你怎么减的肥呀？你给我介绍介绍。少哥，你跟我说两句呗。呀，郭子你在家呀？废话，我给你开的门。哎呀，你光和弟妹这说话了吧？你给忽略了。来，坐。少哥，来，刚才正要给你打电话呢。哦，是吗？有个事儿跟你说一下。哦，怎么的？我准备和你媳妇儿啊要补办一个婚礼，啊，不是，和你弟妹。吓了我一跳。下个月。哎呀，弟妹啊，行，没问题。我肯定是人到礼到。哎呀，这个消息太好了。这个消息是我告诉你的。怎么样，够意思吧？那还用说？对，那郭子和我什么感情啊？是。哎呀，哦，对，差点把重要的事给忘了。我给你拿。就放心，这是第一家，咱后面还有呢，别着急，慢慢来。这是什么？
请柬。下个月我儿子过满月。你不刚生吗？下个月嘛。哦，对。八号。八号？怎么了？这个日子不好吗？啊，我们也八号。啊。啊？完了，你完了，我完了，咱全都完了。怎么了又？八号我儿子过满月，你这个地方我来不了啊。哎呀，孩子的事重要，我们都老夫老妻了，是吧？哦，对。八号我们结婚，那你这边事儿我们也去不了了。是啊，那我怎么收你这个钱呢？对呀、啊。啊？啊，不是，我是说我怎么就坐在你眼前了呢？哦，进来就坐呗。哎呀，很遗憾啊。是。我那个儿子呀，很想你啊。对。嗯。他有口音，他说话就是很想我，对不？不对。不是很想你，是很想你。对，想我吗？是很想你。你说清楚。我是说长得很像你。这下没口音了。你儿子怎么会像我？我老婆在这儿，你说明白行不行？这有什么说不明白的？我儿子是个小光头，过子是个大光头，他两个长得很像啊。吓死我！每次我儿子哭的时候啊，我拿过子的照片从我儿子眼前一晃悠，我儿子就不哭了。哦，对对对。我可是我儿子的亲爹呀，我都不如你，你说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明白了，你还不明白？我人到不了，礼得到。哎，我不是那个意思啊。我有，我有。哎呀，你这弄的，你说干什么？你那个胜哥啊，胜。哎呦，不是，哎呀，郭子，你怎么还跪下了呢？我给你拜个年。哎呀，你看看，那太讲究了，这个人。行了，那我走了。啊，走啊，帅哥。哎呀，郭子。哦，对，哎，帅哥，哎，那个八号，怎么了？我们补办婚礼。哦，对对对，哎呦，八号我来不了啊。哎呀，你放心，我人虽然来不了，但是我礼得到。少哥，不要不要，拿着。谢谢少哥，谢谢、啊。那就恭喜了啊！好好好，走了。哎，再见。哎呀，我说什么来着？看见回头钱了。行了，别太贪心，回来一百是一百吧。行了，郭子，你知不知道啊？人家都不情愿，人家都说不。我告诉你，再这么下去，咱家这日子没法过了。媳妇儿，经过今天这些事儿，我彻底明白了。我和他们一样，我先会说不。你保证不去吗？不，不是，我打肿脸充胖子的事儿，我再也不干了。你保证？我保证。接电话。喂，谁呀？哦，科长，啊，您要过生日。说不，说呀。你说吧，我不说。说不，有话快说，有屁快放。说不，科长，不，我这说不出来我。人家都怎么跟你说的啊？你刚才怎么向我保证的？我走了。不，我说不说。科长，不好意思，科长，这几天吧，我和丽丽都有事儿。对，嗯，什么事儿？那个，我出差，丽丽做手术，哎，怎么样？好。怎么样？好，这才是我的老公，有点像我的姓儿了。什么姓？牛。哎，你别说啊，说了这个不字以后，心里真痛快，真痛快。嗯，郭子，人人都学你，大家都说不，歪风邪气就能刹得住。是，人人都学我，大家都说不，那搁谁头上谁发怵。嗨。谁发怵谁发怵。是，我觉得你们科长平时对你不错，他会不会这事儿跟你有点闹别扭？哎呀，我们科长对我当然好了，我们科长，不是谁的科长？你们科长。我，你怎么不早说呀你？我一直让你说你不说。我完了完了。这下我在我们单位怎么见人呢？我怎么样？搁谁头上谁发怵？过来打电话说我们俩能去。我出差。我去。你做手术。我。
做手术啊！我，不该去的你去，该去的你倒不去了，这日子没法过了。喂，喂，郭子。哎，科长。哎，科长，啊，对不起啊，科长。哎呀，行了，行了，行了，我能理解。丽丽啊，啊，郭子肯定是被份子钱搞得害怕了。你放心，谁的钱我也不收，谁的礼我也不要。我就是觉得吧，这么多年了，咱们各忙各的，钱越挣越多，见面的机会却越来越少，礼越来越重，感情却越来越淡。我就是想借着我生日这个机会啊，大家聚一聚，好好聊一聊。别忘了，咱们可是老朋友了。科长，我们去。我们一定去。他们的表演形式丰富多彩，他们在跨界的道路上阔步前行。你让我看直播，他们被广大观众熟知，给人一天，你什么意思啊你？却又带给大家耳目一新的视听感受。欢迎收看《中国文艺跨界特献之百变群英会》。爱情是消除我们内心孤独的良药。俗话说，陪伴就是最长情的告白。爱一个人，就多抽出点时间来陪伴他，即便是吃饭、散步这样的小事情，也是充满了幸福的。那下面这几对演员夫妻相爱多年，彼此陪伴，演绎了一段段伉俪情深、相伴一长的动人旋律。左右却只能在你身后，我期待某一天你不经意是那次回眸，走不出你的视线，看不见你在身边，我期待有一天我独自站在爱的面前，让我们平凡相爱，左右却只能在你身后，我期待某一天你不经意是那次回眸，走不出你的视线，看不见你在身边，我期待有一天我独自站在爱的面前，让我们平凡相爱的时间，一天或者十年，只愿我们将来一如从前，让我们平凡相恋，只愿心作似青春浓烈，爱的时间一生当作一天，爱的一天永恒还是瞬间，让我们平凡相恋，时间一天或者十年，只愿我们将来一如从前。明年这个时间，约在这个地点，记得带着玫瑰，打上领带，系上思念。
动情时刻最美，真心的给不累，太多的爱怕醉，没人疼爱再美的人也会憔悴。我会送你红色玫瑰，你别拿一生眼泪相对，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梦才会真。因为爱情，这首歌曲是电影《将爱情进行到底》的主题曲。在2012年春晚的舞台上，王菲、陈奕迅演唱了这首歌，因此被广大观众熟知，并被改编翻唱多次。这首歌感情层次丰富，既有年轻的情怀，也有岁月的感触。词曲作者小柯称，这是一首穿越记忆的歌，也是一首最简单的情歌，希望能给大家最真实的感动。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再唱不出那样的歌曲，听到都会红着脸躲避。虽然会经常忘。随时可以为你疯狂，因为爱情怎么会有沧桑，所以我们还是年轻的模样，因为爱情在那个地方依然还有人在那里游荡，人来人给你一张过去的 CD， 听听那是我们的爱情。有时会突然忘了，我还在爱着你。吹着风，想起你好温柔，有你的日子分外的轻松。也不是无影踪，只是想你太浓，怎么会无时无刻把你梦？爱的路上。也许我应该好好把你拥有，就像你一直为我守候。亲爱的人，亲密的爱人，谢谢你这么长的时间陪着我。亲爱的人，
亲密的爱人，这是我一生中最兴奋的时分。背靠着背坐在地榻上，天天音乐聊聊愿望。你希望我越来越温柔，我希望你放我在心上。你说想送我个浪漫的梦想，谢谢我带你找到天堂。哪怕用一辈子才能完成，只要我讲你就记住不忘。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一路上收藏点点滴滴的欢笑，留到以后坐着摇椅慢慢聊。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直到我们老到哪儿也去不了，你还依然把我当成